跑步是宣泄，是放空，是忘记一切。抛开杂念，跑步只是跑步。还等什么？开始吧。热情不能带你到终点。做好每个拉伸，身体动起来，把心静下来。你准备好了吗？ I'm ready. Go. 节奏，呼吸，配速。今天我要怎么跑？忘了这些，听你身体的声音，速度会主动来找你。这是我吗？不一样吗？装备不错，跑姿还要提升。摆臂，让整个身体跑起来。感觉世界也不一样。专心点，注意步伐。别停下，调整呼吸。状态不错，越跑越轻松啊。很好，你找到了自己的节奏，保持下去。追上去。目标再有吸引力，提速也别太猛啊。有目标才有动力。喝口水。上坡总在最累的时候出现。征服它，减小步幅，重心向前。熬过最难的部分，总是特别轻松。冲下去！有时你得控制惯性，稳住。再来点挑战。来吧。加速。超过自己，你可以更快。加速。冲刺。享受每一步，跑对每一步。